心为你飞呀飞，感受有你的天地，心事加找呀找，命中注定你一个。哦，有急。真艰难哦，未歹啊，啊你感觉喏，好穿啊，你感觉咱是不是应该请求做除臭袜实验同款，穿一礼拜才够洗？你会当骂我无爱公司，啊不过无我来靠，这個、我真正做袂到。也唔过副总讲过，做别人做袂到的代志，才会当成功啊。无要紧啊，我真正无需要这种成功啊。真正不爱跋脚哦。阿伯，五天卖我来考。三天。赵副理，不甲甜甜讲哦。讲啥？我拄只讲讲啥？范琪，我拄只讲有讲啥物？无啊。对啊。你讲你五天才要我来考。上好是啊，你听唔到啊？我为外口就听到，好无？是不是？你莫搞骗啊！真欢喜大家一透早就这么有精神，也毋过即摆是上班时间。副总早。是啊，因为时间真正有淡薄赶，所以一透早叫大家来开会。大家等咱食早，等咱开会不要紧。我看到这次福特男性精神内科的研发，最主要是我们福特无抑菌的技术，让消费者穿得好的产品，一定都是我们福特的职人精神。你大家敢知道，当你上完厕所按下冲水钮的时候，会有多少细菌造出来？日本有一项研究发现，刚刚冲完水的马桶内壁，细菌数量仍高达10万个。来，大家想看卖，你在四点钟穿在咱身躯顶的内裤。更加有可能卡到大量的细菌，还有粪便。是的啊，实在是不应该在恁吃早餐的时阵讲这個。阿辉弟，总讲一句，咱哦穿内裤不应该爱穿到变黄，还是变烂，才要换，应该是为了健康。这就是将来咱要主打的概念。我相信大家应该拢有看过除臭袜的 case， 拢知影伊的 size 真简单，啊，不过内裤就无同款啊。所以针对这点，福特试着研发出一款适合所有男性身形的内裤。我昨昏跟我学一句 slogan 哦：一种米养百样人，万种身形一件内裤。袂歹呢，真好记哦。小张换记，主要加咩营养大方向，你已经找出来啊。你有像杜教授讲的，找出细节去分析、刻画，方便消费者去参考。是你，安尼，就麻烦恁大家啊。好啊，大家开始做工过啊。大家，其实照理讲，我应该甲恁大家做伙拼的，啊，不过我有几个代志去无闲，所以。那是有任何问题，我再来问我。你天气无用啦。好啦，加油！加油！好啦，来，我先来无用啊。小妹。早餐阿吃，阿哥有下面食药啊。真蜜。我感觉拄只你无应该拿面包给佳妹，应该提锁啊，甲拔倒去厝内底休困。锁锁去啊，我把伊灭掉。
啊，不过姐妹感情真不要紧，我看伊平时无啥好呢。那有可能不要紧，要不过今麦处理的代志真多，伊哪有可能休困？所以我真麻烦你，加加斗三工。我知影，甲姐妹斗三工，就是甲学长斗三工嘛。我一定尽我上大力量。所以是爱屋及乌的意思咯。我甲你斗三工，嘛是甲学长斗三工啊。那呢，你就紧甲我斗三工啦。吃你的早顿。学长，你什么时阵要甲姐妹结婚啊？这不是公司，不想和您交代。哎呦，别这样啦，我是怕姐妹扣人入去，我的友谊的异性缘应该很好啊。很好啊。哥，刚刚你不烦恼？我很烦恼耶，因为你在上班时间说别的八卦，拢去公司给你的薪水，我伫烦恼是毋是靠你的薪水？学长，那你无讲白，我昨暗加班替姐妹找资料，毛毛报加班费啊。找什么资料？我就伫咧找迄三个准备要升职的主管资料，我找到足晚的呢。我这尼啊，甲你的女朋友斗三工，是毋是真听你？什么时阵要请我吃饭啊？我今日好啊。咁正式嘞，好啊，要吃啥？小赵，紫心中的便当就要轻快。哈哈哈哈哈！呢？小气。开找无我，特别叫伊来的是。文松经理有甲你联络啊？是啊，也毋过我真正无想要甲伊见面。假使你要约我食早顿，歹势我食过啊。若是要约我食到，我可能当考虑一下。杨和总经理的口气，根本就无想要甲我食饭啊。你哪知我伫遮？好理由？应该是Hank甲你讲的，伊甲我出白心。看起来何总经理对家己的人嘛，毋是足信心的嘛。毋是，是我对你较有信心，因为你总是当找到你的影面啊。昨暝兴甲你开讲，我惊伊去互你洗脑。这若是对外胡乱，我就收落来。阿姆哥，毋是兴去甲我讲的，鸡蛋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。咱内外眼线都会冷，哪几个人？好啊，你有豆豆甲你眼线培养感情啊，我敢拢用啊，我无啥物迟到。我叫你又想，我恒大的客户。哦，你这种讲法有问题哦。无个人永远是上的客户，要抢订单来各凭本事，不是新话新言啊。啊，不过恒大书店为去年就开始跟我恒大合作，而且佫合作到真满意，感觉恁无算是阮的客户。你拄则嘛讲是去年啊，今年要跟谁合作，恒大书店自然有伊的决定。啊，不过我就惊有人会偷食包嘛。我打电话向董事长的秘书，就一直跟我讲，董事长出国无伫个公司。啊，不过我问对面的槟榔摊阿姨，煞跟我讲，又看到你甲黄董事长做伙行出去这间大楼。其实恁两个再来讲点干对不？想袂到我伫槟榔界这么出名，恁卖槟榔的阿姨拢捌我呢。再问就简单，我就问伊，刚好看到一个照摇摆啊笑起来，是看到知影毋是真心的。清查阁袂歹啦。阿姆哥看就知影，绝对不是什么好人的查甫人啊！所以你即马是设一个弯，你甲我骂对无？我哪有？我是甲你胡闹呢。我拄则不是讲啊，你的情查阁袂歹。好，既然你拢知影，我就直接讲。无唔对，黄董事长就是我即马想要抢的客户。就算讲你即马甲我做伙去嘞，你嘛无机会。我买单去试看卖啊！你面皮敢这么厚啊？因为
我一张订单都无想要接。遐不过这不是你会当决定的。假使你是客户，香港的订单给一间目前连生产甲交货拢可能出问题的公司，哎，我过来提醒一解，恒大正在败坏，香港甲伊合作啊。对啦，黄董事长是甲你学落过啦。敢讲因为你做代志认真，能力强，来提一张订单甲听。这是做生意，不是你做善事，你知影无，小妹妹？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我要带你去哩。刚说我为了一张订单咧自取其辱，你嘛知影我已经你讲合约内容，这张订单你是绝对抢袂到。还是讲你要跟我做伙去咧，亲目睭看到我甲订单签好。这你还未签，就表示我还有机会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说还是单数的。凊彩你要怎么说，飞弟，我就是要去的。好，有机会，我就带你做伙去的。稍等，受到什么委屈，千万不能到我面头前哭，因为我不跟你笑笑。何总经理，他一天看你找秘书来呢，两位要领什么？我先跟你说哦，他不是我的秘书。嗯、林秘书，你好，我是恒大董事长的弟子，我叫吴佳美啦。这是我的名片啊。你就是每天打来那个、啊、我们董事长三个人才回来啊。嗯，不要紧啦，今日见面蛮用的。也唔过你无事先约，阮当时对袂见面的。我等等。问题是你无先约，阮当时对就是袂见你啊。无，你讲会当先替我通报者。吴佳美，人林秘书是摕人薪水、食人头路的，莫甲人为难啦。林秘书，我袂耽误伤侪时间啦，五分钟。啊，无三分钟就好，我只能见到黄董事长一面，安尼就够啊。也不过黄董事长也无一定要距离啊。无我当伫个家跟何总经理做伙等，就等做伙讲，我不介意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。你要是再个找时间，再个约啦。林秘书，我拜托你啊，搞到啥工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无话，我甲你拜托啦。大家拢是领薪水的，你都莫搞为难了，好不？林秘书，好好好。我拄只吼，真正是廖准讲，你是何总经理的秘书，我才给你入来呢。吴佳美，林秘书拢已经安尼讲啊，做人爱识相哦。咁真正无法度参详啊。你若坚持要出去，我被车拨转了。你，请。啊，不是家己厝内输业吧？唔知哦，甲人咧拼命啥？那是黄董事长煞何天祥出来，我就有机会见面啊。开会开遐尼久，嘛爱休困一下，而且去洗手间嘛爱经过遮。明天我带新车来叫你试看卖啊！啊！嗯，那就你。无应该够啥？唔当锁定是。你回归啥？是啊，
你是不是抓准黄董事长会跟我做伙出来，所以超过伊等车等？是有安怎？无安怎啊？时间是你家己的，你莫咧浪费，迄是你的厝。看详细哦，阿彪签好啊，直接用印。假使你也抓准讲你内底是安怎遮尼久，是不是对合约有问题？那安尼你有啊失望无？好，你内底开讲讲车的代志，你嘛知影查甫人上来，唔是查某就是车，啊想要听？我最近有看车。唔免啦。小戴，拄只毋是叫我带你做伙起来，安怎？即马订单无摕到，我就要做伊走，靠风度的嘛，至少讲一声恭喜啊！恭喜你。当时啊，也毋过一句恭喜无够，因为我会继续抢你的订单。你遐尔需要祝福，应该去庙还是去教会？因为神明还有上帝拢足仁慈的，伊会无计较，无条件来祝福你。我先多谢你的祝福。我和天祥的本事唔那是快很准，还佫有两个字，手腕。我可讲你好好当咧磨练几年才过来啊，也毋过较紧的哦。啊，若无我无对手的，感觉就少无。安怎？气甲无想要甲我做伙坐电梯哦？你想看去家己啊？我想要行楼梯。哦，蛮好啊！听讲运动会当分泌脑内啡，心情搁较好哦。因为你即摆无摕到订单，一定足艰苦的。多运动。谢了咪。佳美，你哪来汉尔坚强，汉尔天真啊？我真正了总讲会当把电脑抢倒转来，真正是公公。阿姆哥不要紧，你已经做到真好啊！因为一路无放弃，你还是拼到最后，你无对不起家己。阿明仔捡捡的，你袂当阁哭啊！你还阁有真侪代志爱做，有姐妹，你无时间失志。
咱来观摩别人的商场，吸收伊的优点。商场即马开始就交予咱永旺来主导啊！你这个商场的总经理，爱比以前搁较拍拼，搁较认真，知道不？我知啦。即马商场等于是咱阿婆的事业啊！发言若是去做恒大的董事长，那安尼咱就当专心发展咱家己的品牌。安尼这边万一恒大若真正出代志，其他事业体拢受到影响。啊，咱无怕什么退休啊？陆官，是不是因为恒大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你惊着？你敢无惊着？今日输业吧，真有够忝的，我就想要休困。我当然嘛有惊着，所以讲哦，领导者真正是足重要的。我相信，我人若是做董事长，绝对袂有这种风险发生。这唔那是能力，品行嘛真重要。陆官，你是不是在想我嘛？是啊，真可惜，我都带伊去找咱的商场，我都买一只按摩椅好享受，好好友好伊。妈安尼啦，母亲节要到啊，无咱来甲你妈妈联系好不？先说说换人换几只会去。叔叔，今次我改到第二件，唔免啦，那伊红马提，我爷咧。有啊，阿婆要看出来钓钩欠啥物，今日顺手背背啦。好啊。妈，你看，这台你敢有介意？这台真水呢。这台敢毋是恁爸爸佮天伊两个人伫咧做的品牌？是啊，妈。你若是介意，我阁买一台给你。这是恁的自家商品，你敢毋需要阁提钱出来买？妈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多谢老五无需要，天上我迄台阁真好用，电脑是从头到后苗啊，因将你辛辛苦苦甲你请养大汉的，你应该好有好。那我刚刚讲唔对诶，无阿妈，你竟然讲爱我友好，春藤妈妈甲阿苗爸爸，我俩子，你搁一直认为我配未起之前，搁就要给我的家世。叔叔，你对之前好我拢看有。只要你会当安尼尽心尽力，继续对志前好，我当然袂阁再甲你计较这心事代志啊。哎，你是唔通甲我流目屎呢？你看，你摕到遮尔济物件，啊，卡输别人是看到，也准讲我伫咧欺负你呢。我会更加拍拼。之前的好彩像一只鸭背同款哦，你弟弟后边安尼哭哭着，你当然嘛会感觉足忝的。啊，不过只要你是继续有耐心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叫你感动。我会，有一天之前的心内会有我的位置。妈。那呢，我得要给阮春藤妈妈甲阿苗爸爸，按因长期咧经营小吃店，弄啊一直徛咧，常常拢讲伊小腿就酸诶。阿婆，你甲我斗三工，趁伊坐看卖啊。好啊，我想春藤甲阿苗一定足欢喜诶。妈，你等我一下。妈，请坐。
启动。妈，刚刚安怎？哎，真舒心呢。啊，而且伫个小腿这部分，会有180度的翻转按摩，哎，就爽快。都安尼哦，都好像像敢那坐伫个厝内底碰伊同款，连肩胛头也袂感觉顶空空啊呢。那呢，就要期待啊！我去付钱。啊，稍等下啦。好。叔叔，啊，你不是讲之前无给你收费，今麦哪有钱通好买啦？有啦，伊最近有好啊。阿姊。阿姊。哎，阿你来伫家？是讲有闲哈，叔叔来观摩别人小病啊。舅舅，舅妈。啊，不要记得这个啊，是啊，啊对啦，舅舅舅妈，听讲恁搬回来做厝住，这拢感谢恁妈妈，伊心内啊，一直我这小弟啊。这感谢话卖阁讲啊，这嘛是爸爸的安排啊。佮再讲，你是爸爸的后生呢，你无要住伫个孙家，啊无恁是要住伫倒位啊？不管安怎讲。这一切都是阿姊斗相共，这拢也是大家互相的。阿姊甲恒大拄着遮尔大的危机，嘛是靠着恁伫个斗相共，毋才会当达达稳定。啊对啦，条公爸希望紧改选董事长，咱咧后一年的董事长敢是志凯。先讲相就相，我无意见啊。我相信恁秋阿金应该嘛无其他意见对无？是啊。哎，阿金，饮茶啦。多谢你。想袂到你爱坐阿饮茶。阿金，当然嘛是有代志，才要来找你的。希望你莫嫌我闲事。袂啦。这阵啊，确实是足无用的。啊，讲实在哦，我连阮妈拢无看几届。发现嘛是啊，前两天才要破病，发现伫个病院内底嘛在做工课。志凯，之前大家拢讲你对做恒大的董事长无兴趣，要唔过还是过去啊。即马你已经做总经理啊。这个李景泽基金会执行长刚休息不赶快呢。阿金想要再问你一次，你敢真正对做董事长无兴趣？无。要唔过即马恒大这么乱，你敢无想要站出来为恒大做一挂代志？阿金，不管是执行长还是总经理哦，拢会当替恒大做代志啊。不一定要做董事长才有法度承担。那安尼，你敢有支持焕然？当然哦，我嘛认为让焕然做董事长是上适合。你真是安尼想？哼，对。阿健，我跟阮哥无共，我无遐尼大野心啦。你敢知影？之前阮从瓜离开孙家的时阵。你的哥哥一派小花来点物件，伊讲孙家的物件，外人拢不准叮当。小花要离开的时阵，伊阁一直欢呼，啥物物件拢不准提走。志凯，你敢认为阮真正是外人？当然不是啊，阿金，是阮哥唔对。我替伊甲你维系咧，是啦。这都唔免啦，我甲你讲这，嘛不是要爱你甲我维系咧。更何况你根本就无需要维系咧。
我是想问你，除了恁哥以外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认为阮无资格生孙？所以焕然伊需要证明，需要向我宣布，伊孙焕然才是孙家正统的接班人。阿金，你放心啦，我永远拢徛你甲焕然这边的。多谢你。其实之前我嘛唔是讲一定都要焕然做董事长，但是经过这个形势风波，明明就是细孙，煞安尼凊彩就予人赶出去，这种代志我无想要阁发生第二摆啊！焕然人家讲的《孙子兵法》，伊拢唔敢照走，伊讲这是孙家的物件。你这么爱阿公，你应该我都了解。焕然也醒过来，有偌艰苦啊！我能了解，阿唔讲，那都是过去的代志啊。今麦就干那，让焕然做董事长，伊甲佳敏结婚，两人手很大，一定越来越好。佳丽啊，朱阿姨，你嘛伫？啊，我都为莹莹来找志凯抬杠啦。你应该是有代志要讨论，那呢我就无惊呀。阿庆，那有啥物惊呀？你嘛是很大的股东啊，你留来做伙讨论啊。来，佳敏，啥物代志？对啊。多谢。我是想要甲你讲，你敢知影？迄三个主管无要走啊，连小巴嘛愿意留落来。你嘛知影？啊，你的反应是，你早就知影。我昨暝有去找因。志凯，你专工走去找准备要和我交的主管谈判？嘛不是啥物谈判啦，我是真心诚意去拜访的。我想要知影，因为啥物想要离开，是拄着啥物困难？咱是经营者，员工就是咱的资产，若有啥物需要，咱硬斗相共啊，对吧？所以，伊拢愿意听你的口劝，要留落来。嘛不是安尼讲啦。是讲，我总算是了解啊，原来不是何天祥恶意挖角的，是因家己的。因哦，较早是对阮顾的，啊，即马惊讲新的董事长会秋后算账啊，所以是因家己主动去找何天祥讲条件。啊，不过这何天祥嘛不是戆人，伊对因哦就有防备。我阁廖成功，你是用我的办法，原来你是用家己的办法。那安尼，佳美，你本来是打算用什么款的方法？就阿姨，你之前跟我讲呀，利用人性，我拜托子欣帮我调查伊三个主管的酒店，看伊跟我出行记录不明，还是情况招募混乱。佳美，你这种方法就叫做淡薄，那是支开，就是温情攻势。阿姆哥只该说，我知影有时阵人甲人，敢若较需要的是真心的对待。妈你讲啊，我伫你的身上学会较侪，你永远拢遐尔拍拼对无？敢有？阿姆哥最近我敢若发现，拍拼毋是一定有效的啊。佳美，我乃感觉无啥成就你。是不是最近很多事情太累了？应该是啦。不过阿姆拿我一个人累嘛，大家都也很累的，敢不是？最近确实是很多坏消息。那不，咱也是可以来一点好消息啦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佳美，你什么时候要跟阮焕然结婚？阿姨，佳美，你唔免感觉歹势。你若是甲焕然结婚，你甲志凯嘛是一家人啊。我相信志凯一定会包一包真大包的红包。一定啊，无问题啦。
小官啊，啊，你是在看啥？哦，我伫去看营养品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恁家迄个红毛哦，唔免补啊啦，你就是这世人哦上好营养品啦。我唔是要买给红毛哥啦，啊，我这吼是要买给阿祖祖的啊。啊，顾着阿祖祖，伊什么时阵当出院啊？这要等我沟通的呢，啊，不过哦，可能就是今仔日咯，所以吼，我才会想讲啊，我来买一挂对伊身体好营养品给伊啦。我那是想着吼，阿祖祖啊，因为着要生阮家的小爷爷吼，伊哈尼啊辛苦着，我挂了真正哦，身体感觉。嗯，别使搞吞嘞，吞嘞！我跟你讲哦，他阿祖祖回来哦，你是不准在伊面头前哭哦。而且今麦小爷爷的状况足好个啊，这是足大家欢喜的代志，哭啥啦？嗯，对啦对啦。啊，老姐，那是安尼哦，迄营养品啊，你敢有啥物建议？像哦，迄人讲啊，囡仔拄生了，做妈妈的人哦，应该找迄种哦，会当补充体力，啊，互身体较有力的物件。是安怎讲啊？哦，你若只讲啊，啊，因为做妈妈的人哦，爱照顾囡仔对无？啊，规工哦，啊，都换尿布啊啦，啊，搁有啊，流裤脚啦，啊，囡仔若耍工哦，迄玩具啊，啊，垫甲规个裤脚，啊，嘛是妈妈爱捡的啊。啊，当然嘛是爱找这种诶。对吼，迄种妈妈家真正拢是安尼吼。啊，是讲是有啥物营养品食落吼，会变较灵活哈。小姐你好，刚有需要替你做介绍。啊，阮是想要找迄营养品吼，要送互迄新手妈妈啦。啊，你嘛知影迄妈妈要做家事啊，搁要迄照顾囡仔吼，是最辛苦的。想讲有啥物营养品互伊食落吼，会当安尼身手较灵活。品质嘞，对对啦，每一工只爱食一些粒就会动啊哦。伊有美国、日本多个先进国家的专利。九十天以后，就会当让你变得更加灵活、哦。啊，我哪会袂记哩啊？啊，这就是我即摆咧食迄啊，细细粒有无？啊，一粒会使抵六粒啊！啊，我甲你讲，既然袂记哩啊啦，这好啦，这好，啊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。小姐啊，啊，迄就是你顶边安尼一粒一粒放伫盒仔内底迄保健品，就是这，就是这啦，买得好啦。啊，等吼，啊，祖祖若回来了啊，伊会甲囡仔洗身躯，迄一躯吼都爱躯足久的呢，啊，徛起来哦会足辛苦。啊，搁有啦，啊，若小爷爷到时阵哦大汉会走啊，安尼啊，祖祖唔只开来通甲叫。春头子啊，哎、欸，你敢知影迄阮小爷爷吼，若是要大到会晓走，爱偌久呢？嗯，啊，咱就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啊！啊，买阿祖祖食，你敢知影照顾囡仔就敢那战争嘞啊！买这好啦。我已经去啊，你去创啥？我啊想讲，迄母亲节要到啊，我买几盒吼，寄转去给阮大家啦。哎，这细细粒仔囝，真正足适合老人的呢。啊，啊，讲到母亲节吼，我嘛爱送阮阿母，啊，佮包一个大红包予伊，伊一定足欢喜的。对，包红包最好，阿瑞伊上介意。啊，其实吼，做妈妈的啊，收到咱送的礼物吼，拢嘛足欢喜的啦。对啦。只要吼是你这个查某囝送的吼，阿瑞伊拢一定会介意啦。阿祖祖吼，伊应该就要回来啊啦。我在家里炒酱加进去吼，就大功告成啦。
来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。啊，祖祖啊，啊，这都出院了，啊，唔通哦感冒着，啊，无啊，你哦好啦，啊，你若无穿外套，外套啊加穿一领啦，啊，搁有哦，迄爬楼梯的时阵，爱注意，啊，水吼爱加啉汗吼。 寸土子，你对面大堆阮转来，啊，规路来，你念一念，啊念就寸土煞，你搁拢念共款的。拜托的，我袂晓陪车的人，我拢已经陪起来啊，莫搁念啊啦。啊，你是捌啥啦？你敢知影，迄查某人哦，生囡仔，袂做生死关头走一逝的呢。啊，若过来做无好，影响到迄健康呢，啊，若啊，祖祖吼，到时阵哦破病也是安怎，啊，你免啊陪啦。 你放心，我一定吼，甲阮阿祖祖照顾好势吼，绝对袂让伊破病艰苦着吼。放开，放开，你较远的啦。你哦，就是大家拢遮尔粗鲁，啊，你也无细腻吼，佮较着阮阿祖祖的空嘴吼，啊，甘那免安怎啦？你放的。阿祖祖，你倒来啊，紧来食物件紧。 我吼爱一透早就甲你煮迄你上爱食的咖喱牛肉蔬菜汤，我阁甲伊切做一水果哦，我来提互你食吼。啊，秀官，唔免遐尔麻烦啦，你先过来啦。真正最多谢恁的呢，会用倒来厝哦，真正足好诶，无亲像你诶病院啦，拢闻到迄种药水味，厝内底哦，等到有一种芳味。 好像平起来哦，就感觉特别温暖，特别安心。啊，因为迄芳味感觉安心，你毋是因为我陪在你身躯边才感觉安心吗？哥，哥，唔可能。哎呀，秀官啊，你慢慢咧甲大家吐槽啦，啊，留一寡面子予伊，啊，到时阵哦，迄小爷爷若转来，啊，大汉了吼，就换小爷爷改吐槽安尼。是啊。 咱拄则毋是有讲吼，会袂当阁讲着小爷爷。啊，我头拄仔讲了，手紧抓落去啊啦！哎呦，阿祖祖一定阁会伤心啊！哎呀，小爷爷是要安怎？阿祖祖，你放心啦，医生毋讲啊，讲小爷爷吼，阁加观察一工啊，若无问题。 明仔载就用回来啊！吼，伊若是讲什么后遗症，哎，无可能啦，无可能啦！阿叔叔，我甲你讲吼，迄无可能的化身啊，咱小爷爷啊，一定会足健康的回来厝的啊！吼，对啊，阿祖祖啊，你即摆做过来哦，做过来的人哦，袂当流目屎哦。阿祖祖啊，你莫大家安尼。 你若想着小爷爷，想一届你会伤心一摆，你安尼都伤心体呢。你若咱若相信医生，啊嘛爱相信小爷爷，小爷爷以后一定会作乖，作听话，绝对袂互咱烦恼，吼、哦。啊，哎、欸，阿祖祖啊，你敢会着着人讲的迄什么产后忧郁症啊？袂啦，春冬季啊，阮阿祖祖无伫烦恼小爷爷时阵，伊嘛是拢笑笑啊。 啊！你拢无咧讲迄电视哦，迄足侪拄细了囡仔的妈妈，拢会着产后忧郁症啊，伊会烦恼讲哦，家己囡仔娶袂好，啊无啊，都做一个好的妈妈，啊，规定恁后时间哦，着带阿祖祖去病院，搁检查一下啦，安尼较妥当啊。啊，对啊，大爷，我靠，即马我先去庙诶替小爷爷啊求平安啊。对对对，我啊，你即马就要去哦。系啊。 哎呦，阿祖祖，你安尼唔对唔对啦，人拢讲吼，迄个做未来的查某囡仔袂使去外口安尼爬爬走啦，吼。对啦，阿祖祖，咱两公才去好无？等你爷来做煞吼，我才陪你来，吼。唔陪用的啦，我即马就一直爱去，好不好？小爷爷明仔载就要转来啊呢，来去替阿祖祖庙过吼，替小爷爷敬一个较好的命，安尼哦，会用替伊保运气，啊，够啦，保身体会健康，看伊身体哦，敢会较好诶。 可以偷看看较巧的，阿祖祖啊，啊你即摆状况哦，无适合去庙里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伫厝呢吼，啊乖乖好好休困，啊，迄小乖汤哦，你着啉啉的。啊，我甲大爷去庙里，我会叫庙的哦，好好替迄小爷爷号一个上好的名，好不好？
啊，不过纯头子，我想。不，别跟恁遐话，不过啊，你还想呢？啊，小叶都要回来啊，啊，你若出去，啊，有啥物吼，无说你啊，怎去感冒啊、破病啊？你要照顾小叶叶啊。好啦，奶奶，我哦，一定要好我的身体哦，赶快好起来，安尼才有法度照顾伊。奶奶大呀，你等一下去哦，一定要替小叶叶求许平安符哦，知不？好啦，我知，我会替小叶叶求平安符吼。好，对啊，春头子，我刚拜托你去问看卖小叶叶跟做神明的客气啊。我听人讲哦，安尼囡仔会较好治。哦，我一定替你问啦。好啦，阿祖祖，我跟你讲，啊，这代志吼，有阮哥，啊，佮有春头子去替你办吼，一定妥当诶，你唔免烦恼，啊，我开一个汤给你啉，好不好？啊，佮有想到什么代志哦？我煞想袂起来。啊，我想着啊，对啦，大爷，你若是去庙诶哦。嘿，悠悠钱哦，你着加添寡，知无？上好哦，添较济，安尼用替咱小爷爷哦，添较济福气，哈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加添寡哈。你一定要保庇啊！一定要请神明哦，保庇咱的小爷爷平安健康大汉啊，知无啦？好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甲神明讲，请神明保庇咱小爷爷，你莫烦恼啦，哈，好不？哈。吃饭啊！好，哎，先吃饭，吃了继续。啊，这桌啊，吃了后边嘛要整理一下，后边整理了，那香客用的杯啊，拢去洗洗啊。你即马是搞东西，搞手了是？替神明啊，个香客奉的人，神明哦是袂甲伊当作会搞手人。除非哦，你家己安尼想啦，啊。我无想要钱，安尼见笑啊！啊，爸，卖安尼啦，无食饭哪会有开来？之前你着加减食寡，来啦，坐啦。哎，这人的嘴啊，是用来苦劝人做好代志，唔是用来苦劝人食物件的啦。你食物件。上基本的代志，这样子基本的代志，拢爱人苛刻。哎呀，修行无够，我无介意食，无爱食，敢袂？规道拢素菜，我无胃口，敢袂？你无胃口，就代表你做了无够忝。无啦，你去做一挂会当让你有胃口的代志，后壁的顶啊。爱清理，迄老的啊，爱撤掉。你哦，先刷个迄土哦，拢整理一下。我保证哦，唔免一点钟，你哦一定会有胃口的啊。啊，好啦，你吃完了才有开来啦。跟你讲，爸，你吃看麦啊，这间的素菜，看下你的胃口无？什么都无要紧，但是哦，今卖人实在是受过好命，啊，什么无胃口，啊，什么困袂去，我跟你讲，人哦，那是伫枵、伫忝的时阵，哼，哪有可能无胃口，哪有可能困袂去啊？啊？那是你早就惯习这款的事，所以哦，我会建议你爸爸，和你哦，直接带进门。
一站哦就会关系啊。不可能。志田啊，我问你啊，你以前敢有想过，你会伫庙内底尽心替神明服务啊？我哪有可能想？安尼就对啊，你即马就是在做无可能的代志。你哦，想过自信，爱修炼你的脾气，还够骄傲啦，啊！咦，阿公，哎，叔叔，阿叔叔啊，阿你什么时阵来？嗯，来陪我过年，我是讲炸一挂素菜，好爸甲子请假。对，哎，喵哥，我拜托你了，我到三公子，你替阮小爷爷好名好不好？好，拜托你。舅妈回来啊？嘿啦，都回来啊。不过阮小爷爷吼，搁伫病院观察啊。啊，阮阿祖祖吼是足无放心的啊。本来想讲要亲身来拜拜，替小爷爷求平安。不过伊即马做起来搁无方便啦。喵哥，拜托你啦，你替阮小爷爷好名者啦。好，拜托拜托。先坐咧，再食饭啊，哈。哎，甭在遐食啦！哎，侯小姐命较重要啦。哎，志贤啊，你休过来啊？爱服务啊？你咧食，我嘛咧食。啊？OK 啦。唔免。哎，完了吧？秀凤姐，钱哪里奈叠家？哎呀，讲起回头长啦，啊，着恁先恁姊夫哦，甲伊搞好庙的，啊，叫伊来庙内底吼练习迄静心。这个没有信心，你这态度不对不对，顶来过一摆，你还是看得过瘾啦！哎呀，迄人哦做袂到的代志，心会自有妙法啦。哎，游客爱饮茶啊？啊？志贤啊，这除了咱两个人，不是休客尔，其他拢是休客呢。爸，要紧啦，我袂催打。
地啊！啊，赶紧跑啊！啊！我李志贞，袂予恁看笑话，我会阁起来起来。哎，哪个落过这么侪头毛啦？啊，啊，说袂紧哦，我爱保养头毛。啊！你在做啥？你看不出来哦，我在保养我的头皮啊。啊，这是啥？咱这摆拢有火啊！这头毛跟头皮哦，变甲足脆弱的。那是内底有啥物化学药剂哦，安尼对身体无好，这物件啊，千万唔通乌白用呢。啊，你放心啦，人这吼德国原装进口的呢，内面有咖啡因复合物、甲草本精华，上天然的哦。哦，啊，这啊，只要吼滴一挂啊，这头皮面顶吼，用手安尼甲捏捏的，啊，让头皮吸收，啊，就会当啊，让强健发根哦。啊，而且搁会当控油，啊，让头发安尼哦蓬松，啊，好看。吼，真正效果这么好。啊，若无效，我哪会着爱用啊？啊，最近吼嘛唔知影是毋是因为年纪变大的关系呢，啊，头毛吼变了吼，敢那愈来愈无健康啊咧。有一当阵我扫裤脚吼，还去扫着个规大把啦。我家己看到吼，拢会惊。迄天吼，阿霞来面摊食面啊，介绍我，伊讲吼，伊才用无几工尔吼，迄头毛吼变到搁健康，搁济呢。哦，未输少年人呢，啊，几外好看咧。这样好用，我嘛要试看卖。啊，这是要安怎用啊？啊，每一工头毛洗了以后再用是无？啊！你都无咧听哦，还唔免洗头嘛，应用啦。反正吼，就是逐天吼，你着滴一寡吼，伫头壳只、头壳顶只，啊，然后吼，家遐咧捏捏，啊，捏了吼，啊，用热啊，甲热热的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这罐无适合你啦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吼，这罐是予查某人专属保养头发用的啊。啊，恁查甫人吼，嘛有恁查甫人专属的。啊，你莫乌白用查某人的物件啦。这头发液，够分查甫甲查某用的。哦，这尼高级呢。当然的啊，啊，像这种保养品吼，拢嘛有足高工的，分够足清楚的。苗呀，啊，你哪即摆才回来啊？啊，之前呢？伫庙内底念经啦。啊，你叫伊念经，伊阁乖乖念哦。啊，至少，阁知影应付我，但是是毋是真心的哦，我毋知啊。我都勉强尽力就好啊。唉，希望哦，伊会当真正悔改啦。那安尼哦，叔叔得当有一个。好的人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可能无我都这样顺利啦。这之前哦，对叔叔的感情，无咱叔叔对之前哦这样亲啦。啊，那恁要安怎？伊坚持要嫁予伊，这是伊家己的选择，啊是好是歹，家己承担啦。咱做爸母的哦，干来当伫跋倒的时阵，该扶一下，安尼尔。对啦，嘛代当安尼。哦，会足芳诶，你咧煮啥？
我咧替阿祖祖垫迄土豆猪脚啦。啊，时间也差不多啊，我客气而已。哦，我若要倒去庙内底卖迄李记煎饼饼啊啦，哈。这就是喵公用咱小爷爷的八字来算的名，你看多一个较好。杨俊宏、杨俊杰、杨冠廷，这名听起来就跟那蔡其他名同款啊。啊，蔡其他名不好。啊，那无安尼啦，叫杨富贵。人唔是讲哦，咱名内底那是欠啥，咱就好少一名。啊，咱即摆上欠的就是钱啊！俺和杨富贵、摩德卡小爷爷以后大富大贵，哈哈哈！叫杨富贵嘛，想要怂了吧？这是阮爸的年代哦，才会名嘞。对啊，杨富贵有个富，有个贵，概括上。欠钱的人是你，不是恁家小爷爷。你若是感觉这名哦，真正就好诶。安尼啊，你过去哦，改名就叫做杨富贵，看你以后敢会大富大贵。哦，杨富贵，敢若嘛袂歹啊，我来改啊。哎，好啦，莫讲算笑啊。其实哦，喵哥有讲啊，这三个名吼拢袂歹。啊，这第一个甲第三个吼，伊是少年的时阵较艰苦，啊，不过中年以后吼，迄工作愈来愈顺利。啊，中这个吼是一路拢足顺利的，啊，不过吼中这个名吼欠桃花，可能会看我结婚啦。哈，那照你讲起来，这三个名根本就无够圆满啊！我看哦，咱也是过去催苗哥啦，甲伊讲哦，替小爷爷好一个十全十美的名字，唔管哦，伊爱偌济红包，拢包给伊，不要紧。哎呦，啊名吼无迄啥物十全十美的啦，啊，就算讲有吼，啊囡仔的名格吼，若无到遐，硬要叫迄个名，对囡仔吼，人都无好。啊，安尼哦，纯头子，啊，这是关系到小爷爷人生呢。啊，万一这名若是无好好哦，啊，伊以后影响到伊的人生，予伊无顺利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啊，嘛有可能哦，伊大汉了，阁会来怪我甲大爷嘞。啊，伊死后若是感觉讲咱名无甲好好好，安尼伊家己去再改名嘛是会用嘞，对不？若是吼，伊改了，啊，同款无好嘞。恁两个哦，迄名吼只是一个称呼啦，啊，上重要吼是人的心啦。啊，人生本来就起起落落啊，咱人哦，唔是伫迄吼顺利的时阵吼，迄想讲要哪去享受啦，啊是吼，等到伫迄无顺利的时阵哦，知影要哪去钻研吗？对不？啊，心哦爱静落来啦，啊，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啊，想讲要哪去躲过难关，啊，你唔则对，吼，崇拜吼。嘿，啊，不过做爸母的责任本来就是应该哦，替囡仔加方撇好啊。啊，假使讲若是伊真正拄到啥物困难，还是无顺利，佮要叫我哦当作无看，我根本就做袂到。做袂到吼，嘛是爱做较到啦。你即马就爱学要放下啦。你有你的人生，啊，囡仔嘛有囡仔的未来啊，对无？你无可能吼，办项代志拢为做到到。啊，替伊吼安排个特中特懂啊，所以吼，所以当初吼，叔叔回来的时阵，本来是足细汉的，啊，我就想讲啊吼，啊，我若好好爱伊，好好啊疼伊，伊就跟我共心啦。哦，哥哥。哎呦，春桃子啊，春桃子啊，莫想个遐去啦。迄叔叔来的时阵哦，个性杂了已经安尼啊，人较早阿公哦。拢讲一句话，讲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诶，叔叔来时，拢已经偌大汉啦，个性早已经注定好啊啦。这你嘛无法度，你嘛想遐多啦，吼、哦。哎，小爷爷唔是讲迄明仔载要回来啊？啊，我有点迄猪脚土豆猪脚最好食，要来给迄个阿祖祖补啦。哦啊，不过纯桃子，我今麦搁咧食止痛药呢，啊，暂时哦无法度相持小爷爷的能力啦，
你放心啦，啊，虽然讲吼，我唔捌生过囡仔，啊，不过吼，迄做过啦，迄种餐啦，我拢会晓做啦，啊，我会加做一寡会发冷的物件互你食，啊，甲你补啦，啊，你放心。啊，多谢你啊，陈德志。啊，陈德志啊，今仔有你伫个呢，无，啊，阿姊也无伫个，啊，我甲祖祖两个人阁无经验，也拢唔知要安怎才好，陈德志啊。多谢你啊！哪只三八啊？你自细汉我看大汉的呢，多谢啥啦？啊，不过我今麦吼安尼照顾你，我若老吼，你莫甲我照顾，莫甲我等的呢。放心啦，我叫小叶叶吼，含你做伙照顾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甲你讲生笑的啦。我回来啦。陈少爷，你嘛伫？阿祖今麦你回来啊？哎，姑娘，来来来，你等下坐好，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坐下。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来，进来，这是苗公吼替阮小爷爷号的名，这三个你甲敬者，你看感觉倒一个较适合？对啊，有咩？纯头只是讲哦，无一百岁的人生，啊，不过今麦特别叫我替小爷爷选一个名，我嘛是就惊讲我会选唔对去。名口讲啊吼，这三个名吼拢是属木甲火，啊，阮小爷爷名内底吼是欠木，所以撮合这三个。啊，这第一个甲第三个吼，拢是头前较辛苦，啊，中年了后才愈来愈顺利。啊，中间这个吼是一路拢顺利，啊，不过欠桃花，可能会看我结婚。啊，不过那是我吼，我个人吼，我会选中间这个看我结婚不要紧啦。有啥物啊？对啊。那会算迄个啦，想做靠我结婚不要紧啊。万一哦，伊若是靠我结婚，就准拄煞。啊，万一欠桃花，啊，都变作讲哦，伊无法度娶某是变哪？哎呦，欠桃花哪有啥物好惊的？像阮小爷爷因爸爸我，我嘛是欠桃花，啊，不过我真认真打拼，叫阮阿祖祖最后嘛是互我娶个水某啊，对吧？哎呦，安尼恁来就问五妹啊啦。啊，恁两个做父母的，家己欢喜就好啊。嗯，是啊，姑。啊，你平常时做代志袂想遐尼济，来选一个名，想遐尼久啊？选一个名，一定爱加想一寡。这关系着阮小爷爷的未来呢。我若无替伊好好选，大汉了怪我要安怎？无恁若真正想袂出来，无就同伴啊，还是问阿祖。对哦。当爱问阿公哦，五个妹啊，你来遐尼强啦，想着爱问阿公。好，明仔吼，我来问阿公，阿公一定会替小爷爷选一个适合的名。嗯，你放心啦，阿祖一定替小爷爷选一个上好的名。五妹啊，你是不是身体不爽快啊？啊，你的面色哪会这歹看啊？无啦，我无代志，我就是感觉足忝的。无，我先去洗身躯，头好休困啦吼。好。姑，阿叔怎嘛？恭喜你呢。哈哈哈！我先去了。好。去啦，你先休困啦吼。姨，拜拜。来。来。进去，进去。啊，进去啊。唉，可惜阿姊无伫个，阿姊若伫个吼，一定会替咱小爷爷选一个上好的名。起来啊！哎呦，你是安怎啊？做吧。
现在在哪里，你在平安，我在等你回来。青哥，林弟，大家，青哥，认识你这么久啊，也是看你穿西装坐在这间办公室较惯习。其他遐股东应该嘛是安尼想啊。我看哦，你着继续留在做恒大的董事长，嘛免阁停选啊。哎呦，唔通唔通哦！我前半世人的时间有一半，拢伫这个办公室内底。我是希望后半世人时间哦，会当留给我家己一处啊。啊，若是这事业哦，还是爱给遐少年人加一寡磨练机会啊。哎，俗语敢毋是讲人生七十才开始？你才五十外岁，哎，还阁少年的啦。这甲几岁无关系啦。既然拢讲哦，要给遐少年人试看卖啊，我就无应该把这当事长的位置占条条啊。那不是这个恒大出这么大的代志，我嘛无可能坐在这，这拢是暂时的。时代无同啊，咱就要会晓相信遐少年人啊。唉，也唔过股东信任的人是你呢，尤其是之前才接当事长无外久啦，就冒出遐尼大的问题啊，阮这老人哪有可能相信这少年人有才调把恒大经起来？唉，你讲起来哦。是我未晓教囝，甲年纪无关系啦。哎，相公甲年纪无关系啊，哎，年纪就是经验呢。阮这老人的价值哦，拢伫个遮呢。啊，真内面哦，拢是人生的智慧呢。你看清朝上有能力迄个皇帝乾隆啊，连伊已经做到太上皇啊呢，还搁咧关心国家大事。那若不是伊吼，清朝哪有可能兴旺遐尼侪年啊？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确实啦。乾隆就位时阵哦，迄几年真正是清朝哦，不管每一个方面拢是上好的时阵。啊，不过你嘛唔通袂记啦。一般年哦，有会时阵嘛是做出足侪错误的决定。啊，所以你就唔惊伊讲哦。我若是把这董事长位置占掉掉，无的确有一天恒大嘛会发生同款的状况啊。所以哦，这时代在变，咱嘛爱改变。即马是少年人行在时代的头前啊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敢若是已经对恒大完全拢无留恋了呢？无，是的啦，亲家啊。爱让你失望啊！哎，你嘛免甲我回失礼啦。我身为股东哦，当然希望能找到上有能力、上适合的人来做董事长啊。嗯。不过即摆之前已经辞职了，暂时嘛无多搁当啊坐即个位啊。啊，那安尼，志凯甲焕然，你希望何尚来接班啊？嗯。那是讲着这哦。我这几天哦，有在观察啦。志凯这个总经理哦，真滴良心啦。有几个干部本原本哦，要辞职，拢给伊留落来。啊，若是焕然哦，焕然这个囡仔个性从细汉就较冷静、较谨慎，适合做军师。哦，安尼听起来。那是让志凯来做董事长，焕然做总经理，安尼应该是袂歹的选择啦吼。其实还阁无一定啦，非得还阁有时间，咱就来观察一下。啊，凯你来，嘿，廖总经理，你来啊。廖总经理，真久无看。哎，你面色奈无外好啊！我是来找你董事长讨论上场的代志。啊，哦，啊那安尼，敢需要我先离开？无要紧，有董事啊，你若是有时间哦，我欢迎你留落来。飞弟啊，
这商场算是咱恒大转投资的一个事业。你若是闲的哦，无你卡会当给我一家意见啊。啊，好啊，那安尼，我就无客气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大家坐，大家坐。啊，来来来。哎，姚总经理，请您坐。不是啊。即马上场搞好用我的代志，我已经对我正式发出公告。啊。这份是给媒体的新闻稿。要搁有上场的人事任命权，为即马开始，我专款搞好用我的处理。多谢你当所长。姚总经理啊，你想过客气啊，咱拢真清楚。这个商场付出上最辛苦的人，除了你以外，还有主管。我之前就跟主管讲过啊，这商场若是会当做起来，我会专款交给伊负责。我即马只是哦实现当初对伊的约束尔。多谢你当所长对我还有主管一路收听，也不过再商言商，虽然讲恒大是商场上大的股东。但是因为之前进行的要求，恒大真侪旗下品牌伫商场拢有真侪租金优惠，干那这点，其他的厂商因拢真不满，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机会，嘛做一个调整。哦，廖总经理讲的遐尼气氛，个秘书是要分家共款的呢。我是就事论事，就算讲恒大是商场上大的股东。嘛应该爱公私分明。搁再讲，这个计划的代志，确实是个英雄的公司。我承认，我就是想要将恒大还搁有商场做切割。安尼较袂外口的人，那是受到恒大，就受到商场，去互相影响着。其实廖总经理讲了嘛有道理啦。本来恒大甲永万就是负责无同款的业务体的，但是会当分开各自发展，目的确是一件好事啊。好啦，廖总经理，我赞成你，咱的以后这商场的经营就要麻烦你，啊，各主管加操烦啦。多谢你当所长。你当所长啊？看你对廖总经理这么大方，啊那呢？明年股东大会的时阵吼，你嘛较大方一点。嗯，好，互阮这股东加分一寡鼓励，啊唔则对。哎呦，王董事啊，卖讲生笑啊！你也不是唔清楚啊，咱恒大即马股价哦跌停锁死，对我们家明仔载股价是偌济啊？哎，有你伫恒大，阮特懂的啦，哦。是你唔甘甜啦！来来来，领地领地。嗯，好，多谢。师傅这么大方，就答应要将商场交给永旺，是不是在伊的心肝内，其实就是希望把恒大交给志凯？王董事，廖总经理找我，讲下什么代志？王董事，虽然讲你即摆还阁无法度公开，叔叔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也毋过之前是你的囝婿，伊即个受这么大伤，你应该真唔甘哦。我哪有什么通好唔甘的啦？少年人跋倒嘛无算啥。伊之前即摆年纪跋倒，已经紧了爬起，而且还阁有李承恩伫个，伊无可能目睭紧紧看家己个后生行入歹路去，所以我老先要头袂放心个。也毋过伊即个下了袂轻，若是伊要重新倒来做董事长，应该毋是遮尔简单个代志。好、哦，原来你找我是要问这个代志啊？是。王董事是翘翘人，我讲话就无需要等阮说个啦。我是想要问你，假使讲志凯还阁有焕然，伊两人要竞争做董事长，哪会你会支持啥？听你的口气，你应该是希望
恒大后一届董事长是你的后生孙焕仁。是，我认为焕仁已经有能力，而且伊嘛一直为着接班在做准备。我想，若是焕仁来做董事长，一定真紧就会当予恒大重新倒来业界第一名的位置。你要支持你的后生，我当然是会理解啦。我也认为伊真有能力。要不过志凯是李承恩甲孙如金的后生呢，孙如金的个性你嘛应该了解，伊是一定会支持家己的后生的。佮较莫讲我甲志凯，伊是我无缘的囝婿。佮安怎讲，我甲伊的关系当然嘛较亲啦。所以用董事长的意思是，选董事长靠的是关系，唔是选有实力、有能力的人。话嘛，唔是安尼讲啦。既然因两个人各有优点，啊那安尼，当然公司要选的是适合的人。之前甲公司务甲乱七八糟啊，也毋过志凯个性温顺，会用个得人心。这点哦，甲李承恩真像啦。现在公司当然是需要像这款的领导者啊。卡叔公换人当证明，你才是恒大所需要的董事长。是要怎证明？啊，对了，换人敢不是要去美国处理假药的代志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伊若是有才调吼，把这层代志处理到恒大一个人拢免赔。啊，那呢？我这票绝对天意，你看安怎？我先去背。一切拢唔免背，够可能。孙总经理、廖总经理，这就是我特别处理高子欣，伊进前是有法律的，别个公司进前就已经有律师的执照啊。两位总经理好，你好。不过我之前讲要跟你讨论有效的合约，你就讲要找一个人来做伙讨论参详。是，因为伫法律的部分，子欣可能比我更加了解。我有针对双方的合约讨论过啊。即卖重点是，江国文之前是代表恒大去甲美国讲合作的，所以讲即卖真歹解释，江国文的所作所为甲恒大一点关系拢无。小姐，这件代志属实就是啊，甲恒大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江文杰卖假药赚的钱，一线拢无入来恒大的口袋，这么出代志，就要恒大负责，安尼够合理？那是确定是江国文的个人行为，公司嘛对伊做出相关的惩处，照理来讲是等待司法调查，无唔对。参照近期国内慢性病药品代理商某员工涉案。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的，后来嘛跟国外原厂顺利协商，无需要做任何的赔偿。那照安尼讲起来，只要江木杰一不翻口供，那恁恒大就真有机会会当脱身。这是上理想的状况，要唔过即马江国文已经失踪啊，美国药厂那边已经知影，那是对江国文提出告诉，嘛无得到赔偿，所以上有可能是伊会对恒大提出告诉，恒大。结果干不给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伊哪会当安尼啊？啊，出代志就把所有问题都带给恒大解决啦。法律上上重要的就是证据，虽然美国原厂可以用这种方式逼恒大出面解决，但讲无代表伊一定会赢。常常需要经过就是摆协商，才会当达成双方的共识。像美国那边对恒大提出告诉的可能性是真高的。也不过我相信，因希望最后得到是双赢，不是双输的局面。焕仁，那咱即个去美国谈判，你敢有把握当成功？这中间变数伤多啊，我唔知影最后会行到一步。也不过我会当确定，不管最后是未当成功，我拢会离开。想怎你安尼想？因为这件代志一定要有人去解决。而且，咱嘛真配合警方的调查，
才会当找到做假药的工厂，就当证明这做假药啊，甲恒大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无抓到就有机会甲美国迄边去谈判。所以你即摆已经有线索啊？一点仔胜算拢无，那呢，要哪有机会当赢？妈，先别着急，这件代志嘛袂当讲是无胜算，因为找到假药啊工厂的关键是伫吴家明身上。哼，安尼等于是阮输的嘛，想嘛知影吴家明无可能甲假药啊工厂的所在甲咱讲啊。不管这吴家明是不是愿意配合，我来想办法甲真相找出来，平衡大家个所有人一个清白。好啦，你较辛苦啊，这件代志交你处理啊。爸支持你，你继续加油。高台主，我有一挂话要私底下甲焕然讲，麻烦你先离开一下。那呢，我先回去办公室啊。多谢。焕然，你阿妈的话，袂当去美国。秋啊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因为去美国谈判是一个陷阱。妈，当时你有查到什么？无你有什么会安尼讲？我顶下唔免问遐尼济啊，妈就是不准你去美国。妈若是无一个当说服我的理由，恐要我袂当答应你。你这个囡仔哪会这么戆直啊？多加高特助讲了，敢无够清楚？卡斯讲高文健若是无出现，那咧美国药厂就一定会提过恒大，所以你即个若是去美国谈判，就一定会失败。所以讲谈判是假的，让你失去股东的信任，才是真的。秋华，你是在讲啥？我来愈听愈糊涂啦！啊，换人去美国讲谈判，甲股东对伊的信任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去找师傅，我有听到师傅甲王政府讲，谁哪会当解读这届恒大的危机？那呢，伊就是后一届当所长。卡斯讲焕然去美国谈判无成，唔那无讲，甚至是有过，所以后一届当所长就会是志凯啊。原来你是在想这哦，哈？我是感觉志凯这囡仔嘛袂歹啊，对不？伊处理代志的方式、甲个性、甲几乎搁较成，那是伊来做恒大当所长，唔是犯人，我感觉嘛袂歹啊，公司一定嘛愈来愈好嘛，对吧？是啊，妈，我有志凯比我搁较适合做恒大当所长。焕然，你的爸爸的个性无适合做领导者，我袂甲伊勉强。但是你无同款，你是孙家的长孙。你就应该担起孙家子孙应该尽的责任。恒大是恁阿公留落来，你就应该好好给他接落来，好好去发展伊。妈，阿公是希望阮四个孙仔会当好好给恒大担起来。不管志凯做董事长，还是我做董事长，其实拢是同款。上吊的是咱会当同心，好好为恒大打拼。对啦，就我啦。焕然讲的真有道理。古再讲，即马永旺甲商场拢是咱家己的事业啊！就算犯人无做当处理，咱也是有永旺啊。迄无同款，永旺是我一个人拼起来，但是恒大是孙家正统的事业。即马恁爸只是永主，啊，唔知迄个郭有华，伊也无可能这么简单的死心啦。咱若是无把这孙家的子孙位置徛稳。那知伊啥物时阵阁要对咱出手啊？大伯，我是感觉你真正想伤多啊啦，哈！爸就应该讲过，我是伊唯一后生啊，对不？啊，搁再讲阿姊找到迄批的时阵，玉华嘛伫个，应该真清楚爸的意思嘛，袂去做啥物奇奇怪怪代志啊！你即马想桂华骗物件就对啊？桂华甲你骗遮尼济个，你阁毋知影通好警觉？你即马手头的股份是还袂过户给伊，所以无筹码会当对咱出手。但是等你过户给伊的时阵，伊就是恒大的股东。
到时阵，伊敢有可能会对咱这么客气？妈，我知影，拢是为着我好。也毋过，志凯即卖夹袂开卡，无论如何，一定爱有人去美国一撮。那你就叫别人去啊，啥都一定爱你去的。既然迄美国药厂，那是一定要对恒大提过，那呢，你就免浪费时间飞一撮去美国。归去就甲佳美讲，叫伊斗相共，叫伊问伊二兄是毋是有法度查出来，叫我的工厂伫倒位。那安尼嘛算是给美国一个交代。妈，找到做假药的工厂是我之前，拜过有人签名啊。伊家己二兄为着要趁钱，违法卖假药啊，又甲伊送去关，伊有够痛苦啊。都是因为是家己的亲阿兄，才更加需要大义灭亲。我相信，只要佳美若是有心，伊自然都有办法当解决。华然，你若是歹势开嘴，我来甲佳美讲。妈，这件代志我家己处理，莫阁麻烦佳美啊。除非你无相信，我会当家己解决。华然，你是不是刚刚妈管伤济啊？不是啦，妈，我知影你相信我，只是讲即届我想要用我家己的方式去处理代志。对啦，就我啦。啊，你不是讲你对犯人有信心？你就让伊去美国一转嘛，无你看伊真正会当找到方法，会当说服美国药厂来支持咱恒大啊。去美国出差这个代志，我就是无赞成。这个代志到这为止，莫阁讲啊。好啦，就我啦。好啊，就是到这为止，莫阁讲啊啦。安尼决定啊。舅啊，帮鲁官呐，来来来坐来坐。哦，好。坐下坐下。哎，安尼雄雄想着要请我吃面啊。哎，我就想讲哦，咱的人足久唔捌安尼，单独吃饭好啊，开讲一下啦。是讲歹势啦，唔是约你来大饭店，约你来这小吃店哦，吃这面尔。哎，袂啦。啊，即马会当食像我咧这么简单的面吼，有食点小菜，嘛算是足自在、足清新的嘛。啊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既然安尼，对我拎一杯好不好？好啊，真久无甲姐夫做伙饮酒安尼啊。头家啊，两罐米露，两个杯啊。食一罐小菜，这个小菜袂歹食。哇，遐足清诶哦。哎，多谢你。主管呐，来，这头一杯哦，我代表之前呐，甲你这阿姑回家失礼。少来这第二杯啊！我代表我家己啊！我还蛮敢惊啦，好囡仔唔知影紧张，一定是你，来，是你。少来这。姐夫啊，咱家己人讲话唔免遮尔客气啦。过去代志哦，就该放水啦，当作唔捌发生过就好啊啦。什么恁唔捌发生过啊？啊，杜官啊，你敢知影？迄天在董事会啊，之前当众人的面头前，爱恁一家伙要搬出去租厝。害你这样无面子，我是一直到今嘛醒过来，
真正感觉就对你袂得过。真乃当怪你啦，你无需要出钱。嗯，当然爱怪我。虽然我即卖已经甲如今离婚啊，讲起来我无会变插手啊，这孙家代志。啊，不过当年爸甲恒大交花这囝婿，绝对无希望看到迄天所发生的代志。我是差点啊，就辜负爸对我的信任啊。那真正要讲上辜负爸的期待啊，迄人应该是我。你哪会安尼讲啦？志虎，我们唔惊老实甲你讲。当初我知影，我唔是爸的后生的时阵，我真正足痛苦的。出细汉，爸我对我要求，我无一项会当予伊满意的。就算真正是安尼，爸从来毋气嫌我，同款也是足要紧我。就关心我。是啊，你跟爸爸做表姐这么多年，爸爸真正就要紧你，就疼惜你啊。所以我才会更加心虚啊。我感觉你这么疼惜我，你留下我一切，未输是我为孙家淘汰。我哪有那个面可以拿这些东西？原来那个时候你有这种想法了。哎呀，莫怪在董事会之前就跟你变，你就全部都要放弃，我会知道。我会放弃啊，不是怕别人说我霸占孙家的好处还是财产，我都很几岁了，哪会怕别人说你的话？我是真正怕爸在天顶感觉后悔，感觉遗憾。好啦，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，不过你也看到爸所留来批啊，那就可以证明了，其实爸的生活里很清楚，他所要紧所重视的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血缘，是跟你的缘分，是你两个爸仔囝真无简单的情分啊。我只想当做爸的后生啊，就是我最大的福气啊！我大概只要想到爸对我这么用心，我说这么不代志，离家出走还伤心，我就感觉就没得过。好了，唔通安尼想啊！爸爸一直把你当作是亲生后生的看待。不管你做什么，爸爸会当体谅。每一个做爸爸的心情拢同款，所以我相信，爸爸今嘛在天之灵，只要会当看到恁全家伙仔平安顺遂、幸福快乐，伊就会感觉安慰啊！啊，这就是做爸爸的心情啊！我拢了解，我嘛就珍惜呀。不过几乎啊，你对之前嘛就唔甘嘛对吧？我当然跟他就唔甘呀。唉，不过这囡仔做唔到代志，本来就应该付出代价啊。之前这届啊，确实是做唔到代志啊。啊，不过不管哪讲，伊拢是你的后生啊，小可该教些就好啊，哈。
上要紧的是哦，爱赶紧把伊救回来，让伊当行正途。之前安尼对待你，你竟然搁替伊讲话哦？这也无啥啦啊！你看，阮这嘛无同款，我等个孙家大，是吧？一步嘛一定要恢复啊！哎呀，其他人做唔着代志哦，阮是袂甲伊计较的啦。虽然安尼讲，啊，不过这囡仔，互你受这侪委屈，这要安怎算啊？只该是之前做这一段创的代志出来，你愈大量，我就愈感觉无迄面去面对你啊。师傅啊，你安尼讲就无把我当作一家人啊，哈？咱两个哦，唔那是几乎共骨啊嘞，哈！咱两个感情哦，是比亲兄弟骨较好呢，啊！你唔通袂记哦，啊！换人换己啊，之前只甲因四个兄弟啊，是咱做伙看因大汉的，对不？大家关系这么亲密，那一条为着一个媳妇啊，大家咧是歹看面，不过这么无欢喜。之前因为这个代志落台啊。就算将来不是换人做当所长，是季凯来做当所长，哈，我嘛同款没有第二句话啦。哎呀，对啦对啦，讲到这啊，我希望你卖误会。其实我到今嘛还无决定讲要和多一个囡仔接班啊。这我拢知影，我只是甲你讲我的态度，哈。就算将来当所长是季凯，不是换人，我在做阿姑的，同款卖支持伊，哈。阿姆哥，无什么阿姆哥的啦，哈。人甲人的相处哈，唔是讲你的股份有偌济，我股份偌济，啊是讲哦，像是当所长，像是总经理。先看这个身份，甲职务拢提掉以后，留落来是啥？啊，那才上要紧嘛，对不？真正是安尼啊，就是咱即马同款啊。我在分什么当处长，还是总经理，还是姐夫，还是小姑啊？两个人拢共款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咱两个人拢共款啊！所以今仔日喏，咱两个就是李行烟甲孙汝官啊，不是什么姐夫甲姑啊，咱两个就会当做伙饮酒，做伙讲心事的好朋友、好兄弟，对吧？来，饮一杯，饮一杯。金家米，你们就好吃。啊，祖祖啊，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啊，你徛伫门口，你安尼扇着风呢？哎呦，我唔就是为着要等待呀。阮哥还佫带啊两个人哦去接囡仔，啊到今嘛拢还袂转来呢，足久的啊！唉，敢毋是落来发生甚物代志，还是讲啊医生我要让小叶转来，是毋是佫有甚物问题？哇！袂啦袂啦，哎你冷静吼，冷静来来来，坐来，好啦好啦，坐啦坐啦，你还佫要坐袂来呢？坐，啊人他带因十分钟之前敲电话讲话较慢尔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才几十分钟吗？我哪感觉哦，已经过足久啊！你哦，因为你伤过烦恼囡仔啦，才感觉讲时间过遐尼啊久。哇，那不是哦，秀官回去南部照顾阮妈，阮妈嘛袂变做哦，阮哥啊，佮带这两个查甫人哦去接囡仔。哎，我真正足袂放心的。好啦好啦，你较冷静的啦。啊，虽然讲哦，迄囡仔的烦恼，啊，不过哦，你的身体嘛要顾啊。来啦，你先啉汤啦吼，来。你汤就饱了，你想点啦？好啦好啦，多谢你来村头鸡。来啦来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可想用想起来，哎，我可有叫因哦去买迄婴儿用品呢，嘛唔知影讲哦，应该买唔到去啦。啊，第个我是唔敢讲啦，啊，不过恁够算巧的，应该袂去顶打着啦吼。这无一定好不好？阮哥这个人，伊买物件拢是看介绍的。而且大家搁遐尼好讲话，啊，万一若是拄到迄种哦，就搞推销迄种店员哦，
我真正不知道伊会买啥物件转来啦。啊，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哦。啊，我看哦，我是直接去，安尼有较放心啦。没用你啦，啊，你还该做回来呢，来当老白走啊。我替你去啦，啊，你厝里哦，乖乖把这汤啉好了，啊，唔通老白走出去哦，我去替你看哈。好啦，孙老师，哪有什么问题啊？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小叶，你走，你们就这样把过来了。好啦，无奈生啦。哎呦，乖哦，你们有个厝啊？哦，小叶，妈妈，你等等，你们在搞，你们在搞。啊，杨大爷，你是要哪来喊伊呢？一直搞，那是冲啥嘞？我无冲啥，我什么拢无做，你不是你们问恁哥？哦，是啊是啊，我两个惊惊，小叶就开始哭啊，我唔知伊是想要创啥。啊，大爷嘛，你都袂当安尼切啦。啊，阿英，哎呦，好阿婆啦，好阿婆啦，血样无啦，好样啦。无啦，刚才我们要细汉时，有时阵只有甲阿姐你无闲，我抱狗的嘛，嘛是用安尼轻轻甲摇啊，那有啥物代志啊？你看，伊即马在哭，就代表刚好伊无介意。小叶不介意哦，啊，是嘞啦，小叶爸爸唔知影你无介意，以后我袂阁安尼甲你摇啊，吼，好不？嗨，拜托哎，什么伊啊，够伊啊！好啦好啦，啊，做做即马过来做过来，袂看你吹着风啦，升起来升起来啦，吼！哦，见见见见你面，见你面。你先别，你先别。哦，哎，升升。你啥物啦？外口安尼大包细包啊！哦，这哦，这全部拢是婴儿用品啊，都阮雅珠写单叫阮去买的物件啊。啊，人以前哦，行咩啊，生囡仔嘛才买迄啥物奶瓶、奶粉尔，啊，连迄尿珠啊拢家己吃的呢，哪有人买到遮尔啊济啊？啊，安尼哦，我唔知影，这你来问雅珠啊。哥，啊，我叫你买迄物件哦，你敢有拢买着啦？有啦有啦有啦，你开给阮迄单哦，阮就摕给店员啊，伊就照单安尼摕。哦，安怎啦？安怎咧？好好叫啊？啊，无啦，像到这你拢唔知影，这一斤啊，我真正足惊人个。哦，啊，一直哭一直哭，我唔知伊想要创啥咧。啊，就算讲即摆无哭啊，伊个声音伫我个头壳内底一直回转一直回转，我够恐怖个啦。哦哥。你真正是让你拜托的，你这家伙相处，真正是让你惊着的啦！你看你，哎呦，不，就跟他相处完这时间尔，你甲秀官的囡仔生囡仔就知啊。袂，我甲秀官的囡仔吼，一定足乖巧的，像秀官同款，啊，才袂像黄小姨。哦，你看啦，拢是你啦。麦克你啦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会记的，犯难拢。